今儿来个新鲜的。哎，大家不要着急啊！今天会演到很晚啊。我来点新鲜，来个三个人的这回。哎，是不是？主要是，好家伙，这看后脑勺也花钱啊！说话说话，不是您先说吗？你先说，你先说。您先说。主要是为了带着孩子演个书，是是，这是头一回锻炼锻炼，在这么大的剧场，嗯，跟他们二位合作，心里特别的。上下，我的心情呢还是什么叫上下呀？我是这么教你的吗？您肯定是这么教我的呀，因为咱们都是小学毕业嘛，所以啊啊是随根儿、啊，不奇怪不奇怪，用出这样的词儿不行，还是挺紧张的。师傅师傅，您先说两句，别我上来就说。介绍介绍，你介绍介绍你徒弟。对对，学生尚小菊，今天跨年演出，是是，好好给大家演一回群口相声。我在大剧场上演的时候，我应该是第一次演。对对，今天大家拭目以待。我不知道会演成什么样，好看与不好看，大家担待着听。他还小啊，主要是为了带着孩子演一演，玩一玩。对，确实我岁数比较小啊，大家可以看出来，未成年。哎，你可别说这个啊。啊，你未成年就算了啊，算了，成年了，都结婚了吗？不快。啊，是是，这没有必要隐瞒啊，这没有必要。未成年，岁数比较小啊，今年20多岁，能有这样的成绩啊，我觉得可以。你有什么成绩了？没有成绩，没有成绩。跟你其实来说，这样的机会不多。既然师傅和孙老师愿意给我展现的机会，那就把更多我认为好的东西留在这个舞台之上。好好好，主要是奉献给观众啊，奉献给大家。看看你有什么能耐啊。大家来说啊，可能刚才我也演唱了一些个那个我要去桂林啊，但是来说我觉得这种歌就是开玩笑，真正来说有实力的，我想给大家再多唱几首，多唱几首歌啊。好，你师傅就爱唱。哎，谢谢。你师傅就好唱啊。五环，但是你得唱的好的啊。五环啊，五环吧，我要跟你抢。他的师傅饭碗砸了啊！五环不能，那哎，他唱，因为师傅除了五环，得给师傅留饭呀。啊，不会别的了，不会别的。留，这都是你教出来的，是吧？不开心。别瞎说啊！我新编的六环你还没听呢。啊，这不叫能耐，知道吗？没有想到现在还下了私工了啊，还是非常好。好，我唱的那些歌，我想就你们，咱毕竟是岁数代沟。今年我师傅40多，他50多。谁50多？你老急什么？废话，我怎么说我40多，我都没着急。我怎么就50多了？我岁数，孩子，你先别瞎说啊！给你机会展现，大家爱看。这是好事儿，知道吗？是好事。上来就胡说八道，我四十多，我是40多吗？我刚18岁。他50多是真的。爷啊，我这没有弄清啊，没有弄清。哇，哎，要点脸，俩人嘿，都要点脸。你哪你像18的吗？你像死了18年的，你像。你哪那么多废话？你不带着孩子，你让他说，好好说，好好说。干嘛呀？你跟我们爷俩要点脸，要点脸。我们爷俩要脸干什么？干什么？真的是可以。爷俩，气死你！就是习惯了，习惯了。哎，就那么自然，知道吗？就那么自然。这就不爱提难受这个。确实岁数小，是是。我唱的歌你们俩都没听过，都没听过。我这话我不爱听，这话我不爱听。我在后台，我是最，我除了张云雷，我是最棒的。你看心里没底。您没必要啊，没必要这样啊。没说的就怂了，知道吗？最棒的啊，你是最棒的。很尴尬啊，很尴尬。不是，你这话确实说的大啊。你师傅听的歌多。他听的是，但听他都是老歌。我们现在先 TFBOY， 我们的做手就是我们都这些了，你肯定没有听过。所以我唱一个现在比较新的一首歌曲啊。什么歌？你们俩顺便就学习一下。好，我学习一下，好不好？学习一下。哎，这不较劲吗？可能还学习一下。哎，主要是你啊，主要是你。你看还有针对性。我了解他啊，就3首歌，不就会3首，超不过3首。对了对了，真是唱吧宝贝儿，来。哎，有点过分了，他那点雷弄。头一首你们就没听过，稳一稳气息。谢谢啊，谢谢，不要再喊了，我心情有点不好啊。能怎么样？是不能怎样啊，就非常单纯的不好啊。对，就是病秧子。是是，感觉啊。行，我听的什么新歌？哇，真的
有点抢你的风头，确实有点。等一下，你还有我抢？真是的，你是不是受过我？赶紧唱吧，别那么多废话。是，你是不是我这都经历过了？你看，每一天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大爷，哪儿的事儿？哪儿的事儿？不是隐形的翅膀吗？张韶涵，你唱的这是腾格尔的版本。腾格尔唱的，没我不会的。这有什么呀？这最近的日不落你听了吗？我没有听。好哇，真行。我要给你日不落的。这一般人来不了。那是，那你是知道多。可以啊，这知道，那难免。我给两位一个面子，好吧？啊，给我面子。你的主场嘛，是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是不是？你说我上来就给你们，你不会，那不行，知道吧？给个面子。再唱就不会了。行，再唱就不会了。OK OK， 这勺肯定没有听过。搞得我们俩还不要脸似的，跟去你！对不起啊，没搂，对不起啊，没搂住啊，顺手就说出来。啊、你别得罪我们的观众啊，我们就这点人了，现在啊，就这么点观众了。对，瞧着张云连，我们俩能哭了。行，好好唱。啊，好，你来我们俩不会的。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回忆有个我。哎，咱们爷俩合作挺好的啊，要不你上后台歇会儿好不好？好多余呀，我发现。什么好多余？评剧吗？这不是我能不会吗？你是不是指这火一辈子了？知道吗？好，再给你什么玩意儿？你还舔着脸跟这唱着呢？再给你们一个面子，行，叱咤风云那么多年，多少懂一点。第三个，来，我都给两个面子了。废话啊，再来一个啊。这你肯定没听过，这个吧？你来，我们俩就不会，没听过，你知道吗？来，好的。哎，这我没听过，这是歌吗？这。好，再唱一次。好嗨哟，这我都不唱，知道吗？哦，原来打算唱这个来的。原来确实打算唱这个，知道吗？我重新再编一个。他要抽着过三段，我是茄子，我告诉你。我是一张弓，战死一棵松。哎，行了，不动不要坐如钟，走路一阵风，南拳和北腿，嘿，杀六当弓。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吼哈！你教徒弟是不是没打疫苗啊？孙老师，这首歌对你来说就是耻辱。中国我似一张弓，你可以吗？就第二句可以，战似一棵松。您甭说这个啊！怎么了？您这孩子什么玩意儿的？行了，你唱的是什么玩意儿？行了，别说了。这什么歌？多老的歌啊！中国功夫嘛，屠洪刚有这歌，我还没你呢，知道吗？你们俩疯了，你们俩疯了，你们俩疯了。你他疯了，谁疯了？谁疯了？你是他，我没有，我没说您怎么了？你们是你们的专场，就说带着我表演一下干嘛呀？我唱一会，我都给你们两个面子了，就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
不能。咱们台下不说好的吗？就是说鼓励鼓励我，当这么多人带带我，干嘛呀？唱一会唱一会。我们是想带带你，那有必要吗？有必要吗？不是你什么意思啊？知道你们俩好，你们俩优秀，那没必要挤兑我呀。不是，我就挤兑你了，怎么了？脾气怎么那么大呀、啊？那么大脾气呢？这么大，这么点孩子、啊？我不是有脾气，咱台下就说好。个儿小的可能脾气都大。干嘛呀？唱一会唱一会。我是那守信用的人吗？哎。好，真的，这就跟你较劲了，怎么了？这都怎么教徒弟的？我竟无言以对、啊。上来就说大话，唱一个我们不会，唱一个我们不会，哪首歌我不会？真是啊！干什么呢你？什么玩意儿？行。哎，行，有这么当徒弟的。好，还有，哎，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你到达了峰巅了，你有点。会吗？会吗？好，还有。哎呦。好啊，今儿我算是挂了。有病吧，这孩子？这孩子有一个正经玩意儿吗？别说了好吗？是给我们丢人家劲儿了好吗？什么呢？你们不是觉得优秀？你们说，我不说了，行吗？我就上来一会儿，我够了，我走不就完了？行，走，行吗？走，我走哪儿去？你们俩演呗，我走了，行吗？我走了。哎，不是，干嘛呀？再见，走了。你过来，干嘛呀？你告诉我，就是你惹的祸，知道吗？没有你坏不了事儿，老是你在后边拱气儿。干嘛呀？你们家这孩子有病是怎么着？你才发现啊？好家伙，真不容易当家大人。怎么了？你干嘛走啊？对呀、啊，怎么没听清？耳朵怎么窜稀了？窜稀走啊！我跟他说走了。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气人呢？我这俩就走了。不是，你还见没走？你还见不见我们俩了以后？走了就不见了，就不见。下次再见就是给你烧纸。知道吗？知道吗？我，你怎么这么棒呢？怎么？我特意把您搁出去了，师傅啊，给您烧纸。一门混蛋，这是。2018，您可能过不去了。什么过不去？你过不去了？怎么了？你这意思说再也不见我这面了，是吧？不见了。打今儿走，不见了。走了，我就不见了。你说的哈？对。不见了是吧？不见了。给我脱了，干什么？脱了干什么？给我脱了！哎，脱了！没干！好，我脱了！我脱了！干什么？脱了！等会儿！你们疯了？这才几点？几点？就八点。你忍一会儿行不行？什么忍？咱们下去去，你忍下去，你忍，你加一会儿，你把这还我，干什么？把味儿还我，怎么了？你还我，怎么了？我穿着呗。怎么？你怎么挺合身的？怎么了？干什么？这刚几点？你扒他衣服干什么？你等会儿。我们这孩子混到现在容易吗？你我是那意，你家这什么思维方式的都？怎么了？啊？不是，真的是，我还是个孩子。不是，真的吗？上来就拖我，你跟我商量商量啊！我跟你商量着吗？我你拿一句话，我拿我自己东西，我跟你商量什么？我你把这马褂还我，你给我脱了。你老要人马褂干什么？那我的。你先等一会儿，先别着急，马褂是你的。你瞧他那能是他穿的吗？你瞧那样，我们孩子穿的挺合适的呀。你合适？这叫合适啊？怎么？我觉得很宽松啊，别着急，我来问。我这走，你还给我。上小菊，过来，踏踏实实的啊。我问你，这马褂谁的？好看吗？我就问好看吗？好看，确实好看。谢谢，那就完了啊，那就完了。不是，跟好看没关系，是谁的？这马褂是谁的？是穿我身上吗？就穿我身上了吗？穿你身上不行，是谁的？踏踏。他的脱下来还给人家啊？凭什么？哎，你问他凭什么？你还挺横，凭什么？凭什么？对你问凭什么？凭什么还给他？人家的东西你得还人家呀。他弄坏了呢？我撕你也管不着啊。他弄脏了怎么办呢？我扔地上你管着吗？不还，
我还给他。再说你别，你先别着急行不行？你是不是有情绪呀你？你别着急行不行？不着急，你说说。我听我说、啊。他说我呢？我穿这马褂，我不白穿。你给我钱了是怎么着？不，你给我月钱了是怎么着？你别着急，我真的不白穿。是这样啊，你说说说。我慢慢跟您说、啊，我为什么非得穿一马褂呢？啊、嗯，我们同学聚会蹦迪必须穿马褂。这什么聚会呀、啊？这是？哎，主题马褂迪。哎，不穿马褂不让去。行，可以。我没有。你知道咱家里条件，师娘管得紧，买个马褂，您给我买马褂不可能。是，我也不可能，对吧？是，咱家里财迷，我告诉你。但是没有马褂我去不了。我一想，哎，孙悦他们家有一马褂，我说得了，我去人家借去了。可以借。我那天就去了啊，我去巧了，孙悦没在家，这难免有出。孙悦，您在呢。那天他母亲过生日，你行了，您在呢？干嘛呢？爷儿俩这个，我一看确实有点尴尬，我说我等会儿再来，师傅您先忙，是吧？我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呢，我一看我师傅，哎，走了，我再去。我说那个好孩子，这方面我懂得比较多，不耽误事儿。我说那个孙夫人您好。我那小菊，哎，小菊，我认识，别跟我这么客气，来进来。我说不，就在这儿，寡妇门前是非多，我就不进去了。这个弟弟什么话这叫？你别老拦着孩子说话。别着急，我说是这样，我有一个同学聚会，蹦迪啊，马褂迪，必须穿这个马褂。我没有，我知道孙老师有一件，能不能借我先穿一下？啊，没问题，我给你拿去。说完话，人回屋就给我拿出来了。嗯，我拿着我就赶紧走吧。嗯，哎，别坐。有个事儿我要交代你，穿你不能白穿。是这样啊，孙悦，我知道你们俩老在一块儿，他经常在外边说话云山雾罩，对，招三不招两，前后对不上。没错，最后让别人一问住了，哎呦，那脸掉地上了，显得没有面子，你知道吗？在外头不敢横，回来直跟我横，我一娘们唧唧，我跟他我干不过他呀，你知道吗？所以来说，以后再出现这种问题，万一他话说的太大了，你呀帮着往圆了说。哎，要是这么说的话，师傅，这个马褂我是不是不白穿？不白穿，孩子，不白穿，啊、说的有道理。嗯，你这个人呢，你都躲开，还有道理？不是，你什么意思？嗨，啊，哎，谁胡说八道呢？没在家，云山雾罩啊！我师傅在家呢。你甭说这个，啊，啊，怎么了？非我们俩打起来，你高兴是吧？打不起来。好，还有，就什么的？你甭管啊！不是你没有你怎么说话，知道吗？说走就走干嘛？你这你刚才脾气好啊！你刚才这上来就拖我。废话，我知道你回不回来了。那真是的。那我能跟你好好说话？废话，不是你什么意思？不是你先走不走吧？你走不走吧？现在。你要让我穿，我就不走。你要让我穿，我就不走。行，我今儿不穿。那我先穿着。你行吧，先穿一万年。穿多少？一万年。一万，你拿它当龟壳了是怎么着？那你说吧。啊，一万年等不了。那你说。我这么着吧，明儿回北京，你后天给我送家去。后天。别后天。半年。半年你看行吗？明天。后天。明天中午12点。后天晚上。12点半。12:40。35，36，二位，一分钟就算了啊！一分钟就算了，36，37，哦，你是不是傻呀？啊，刚才后天的时候答应多好。哦，这个我没有想到。那后天就后天。你等会儿，不是你别废话呀、啊！不是你过来，咱俩这么些年关系了，你能信他的话呀？啊，我平时跟你聊天，我是云山雾罩吗？有点。谁有点？我那都是有凭有据，那都是有什么凭据？废话，什么凭据？你没有这么说话的，你听他的呢？谁云山雾罩啊？不，咱那你们俩说什么意思？上我们家干嘛去了？啊？我们偶尔去，不是常去。不是，我就说你这人，我是不经常回家，是不是？对，那你也不能老去啊，对不对？你甭管了。不是你。
你不知道，就是我为什么不爱回家呢？那我有原因，是不是啊？我回家，我看见我媳妇难受。你看你媳妇难受，我怎么不干？难受，说完你就难受，是吗？对，我真这么说吧，我不怕家丑不怕外扬了，跟你这么说。家丑不可外扬，什么事儿？你给我说说。反正今天最后一天啊，今天说完了，转过年签片儿，翻篇了。对了。好好我这么想了好啊行吧好我呀结婚好几年啊我才发现我媳妇儿啊变性人你媳妇儿变性人你看她比我还激动呢你看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她就是这事不可能我她就是你什么你不信是吗我不信呐不你不信你问去我问谁呀、啊？你问，嗯，问他，这是他知道。对，问你徒弟。过来。我问你，孙悦的媳妇你熟吧？这，哎，这叫什么话？这您更熟吧？对，是这样。但是孙悦的媳妇是变性人，这事你知道吗？你困了？哎，你怎么到点该睡了？你这胡说八道！你给我脱了，哎。脱了怎么了脱了怎么不说好后天吗什么后天怎么老脱人家衣服废话你说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媳妇变性人就是你不知道你等会儿啊不是这话是他说的我说的他说的没有有告诉你师傅啊有让他后悔去啊有哇这马棍这么大魅力有是这个是我能云山雾罩他媳妇变性人给我说说这事变性人岁月结婚了对，哎，媳妇儿是变性人啊，师傅，我想到你肯定比我聪明，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没错，变性人，对，你想一想，为什么是变性人？想明白了，告诉我，好不好？你想一想，拿我当傻子了？我问你怎么回事？问我，我得解释，我知道啊，我知道变性人，他媳妇儿首先咱保证啊，肯定是个人。那当然，肯定是个人。嗯，变性人，他媳妇儿想到了，原来他结婚那会儿啊，嗯，他媳妇儿特别苗条，嗯，特别，后来胖了，嗯，后来，所以他媳妇儿是个变形人。我明白了，哎，有道理吧？这个回答很合理啊。对，你媳妇原来是个瘦人，后来变胖了，你媳妇是个变形人。不是，你媳妇变形金刚呢还？变性人。哦，不对啊，谁变形？哎，变形不对，变性人，不是变形人，哇，变性变，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说知道，这是我知道，您知道，是这样，他媳妇儿结婚了以后，俩人感情特别好，嗯，他媳妇特别爱，俩人每天腻在一起，然后后来才分的，他一个人就够腻的，嗯，够腻，后来呢，他媳妇变心了。变心了，因为你变心了，所以他媳妇是个变心人。这个好的，变心人，这个你媳妇后来因为我去，又没有成功。说的你心缝里了是吧？变性，哎，变性人，怎么回事？他媳妇首先是他有媳妇，他就有丈母娘，对，有丈母娘，嗯，有一个。老丈人，对，老丈人有吧？有老丈人后来就死了，哎呦，老丈人死了，嗯，那丈母娘对老丈人那感情深呢，是啊，就改嫁了，改嫁了呢，感情深还改嫁了啊，感情深改得慢一点，改嫁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他媳妇儿啊，原来姓什么？原来姓王，对，他媳妇儿原来姓王，因为他妈改嫁了以后嫁给一个姓张的，所以他媳妇儿是一个变性人。哎，我明白了，你媳妇儿有一个丈母娘，也有一个老丈人，你后来那个老丈人死了，他跟着你媳妇儿改嫁了，原来姓王，后来改姓张，变性人。哎，对，我就生气在这儿，你结婚这么些年，你不告诉我原不原姓，我生气在这儿，你知道吗？这我不在乎啊，就我在乎，可能是，你那不就是？行，孩子啊，您是有点过分呐。我人说话就是爱超劲儿，你超劲儿，我绕远了，知道吗？行，这是我这穿一万年，别一万年干嘛？你、啊、别太多了，你听我的啊。穿仨月去，先穿仨月，四个月吧。干嘛四个月还得？四个月比仨月多一个月。我脑子还没转过来，你看看。
那我先穿着。好好好，行，注意点，你别别脏。我注意。这什么呀？这脏。我注意着。然后奶嘎巴的呢？没有没有，我注意着呢，注意着。好好。干嘛呢？好好。干嘛？我跟师傅聊会儿天。别聊了。差不多了。不，这早着呢，这离跨年还早。孙老师，就喜欢跟您聊天。我也喜欢聊天儿。变姓人，原来姓王，后来姓张。你说我这么大家业，你想想，我最起码我媳妇真名真姓，我得知道吧？是是是，对不对？要不我这些钱，你说我给人都不知道，人改一身份证，改一户口，这钱骗走怎么办？对对对对。再说我不是因为这马褂，是不是？就这个马褂，家里10000多件，知道吗？哟，那么多件。那顶棚挂的都是马褂。哎呦，夏天吹风都拿马褂扇，你看。又来了啊！有的是家里头。但是我这么趁钱，他说玩什么不行，咱不在乎这个啊啊！每天你说我出去不回家，我有事儿，我忙最近，因为你想我跟于老师关系好，知道于谦对对，就那个卷那个啊啊，于谦，我跟他关系好，因为他那个好玩的东西多，我得跟人学习，我也好玩，因为咱们都不差钱儿，是吧？不差钱，对对对。于老师不是现在有一什么什么叫什么大千马主群？对，马兽群。就马就是集合一帮这个大腕什么的，对，就是赛马。赛马。我参加这个，是不是？您我因为他们都说我骑不了，我就较劲。您也跑马？那什么叫跑马？这是不是我也喜欢这赛马啊？知道吗？因为入这个群有标准啊，一般人入不进去。这群就10个人，十个人，得手里得有钱啊，你还得有马。嘿，你还得懂这个，嗯嗯，也就因为这个，我得买匹马，知道吗？买，就得买马，因为我这个身上，你想买马，可能是就是欺负马了，可能是啊。确实，骑一会儿就变骆驼了。是，我这人我就国产马，我可能是不行了。嗯嗯，完了，我就香港不是马会吗？赛马，有，我瞧马会，哎，赛完马这马跑第一，我就买这个。我告诉说出这马来，你听这马，这就是给我预备的，是不是？你想这马，大白马，嗯。一根杂毛没有，大白马就这马啊，高啊，1.8米，高1.8米，对，我天哪，完这马长1.8米，高1.8米，长1.8米，对了，你看这马宽吗？20，这是个什么？这是个棺材吗？什么叫棺材？就这大白马，外国种，没见过吧？外国种啊，好几百万，知道吗？这马，我天哪。买回来啊，天天骑着啊上于老那儿显摆去。大千马主群那9个人全傻眼，没瞧见过这马。哎呵，瞧见了吗？嗨，我这说实话，这我也是，哎，说着说着，咱说烦心啊，这马，哎，没法说。怎么了？你说这个人啊，就是你膨胀到一定程度就倒霉。就我这马，我说前日子可惜了。怎么了？就这马啊。调查完了淹死了。什么查完啊？这马挂没睡醒呢吧？你等马对啊，高1.8米，长1.8米啊，宽20，对，调查完了淹死了。调查完了淹死了，连淹带烫啊，你死去吧你，哪有这事儿？不是你什么你不信啊？我不信呐。你不信你问去。问谁呀？你问他呀，这事他知道。对呀。哎，小徐来呀。来了新课题了，来新课题了啊！有这么一匹大马啊，高1.8米，长1.8米，宽20，掉茶碗里淹死了！我的天哪，真有意思！好好，你困了，又困了，我怎么老困呢？你困了，你困，我脱了，要走，你困。仨月，3分钟都不行。怎么了又？不是我那大白马啊，高1.8米，长1.8米，宽20，掉茶碗里淹死，你不知道？哦，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这话是他说的？没有，有。这事儿也有，有啊，来，宝贝儿，我听听怎么回事？马无山无障，掉茶碗里淹死了，来讲讲来。茶碗里淹死了，很神奇啊，很神奇。他这个马是这样，他这个马不是大马，小马，哎，小海马，那么小海马，哎，就那小海马。小海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不是，我不用问，不对，是什么？大白马，高1.8米，宽1.8米，他买的那匹。大白马，对，一根杂毛都没有。对，大白马，大白马买回来以后，他就玩儿，玩马啊，他就玩就是骑。你想，马让他骑受罪啊啊！骑的没有多久，马真的受不了了，就掉茶碗里淹死了。合理吧？你去死吧你！马累了，自动掉茶碗里淹死了。不是这样啊，肯定不是。因为他这个，他确实喜欢那马，确实够大，
确实没事就骑着玩，去哪都骑着，出去玩遛弯啥，骑着马去，是吧？出去买冰棍骑着马去，你知道吗？买冰棍骑马去啊？哎，回来都化了，你知道吗？骑着马，你知道吗？买什么都骑着马去，骑着马上高速，上高速呱呱呱，郭德纲，就骑着，你知道吗？就上高速，哎，上高速，你知道吗？他那马呀有那个 ETC， 知道吗？有那个 ETC， 马还有 ETC， 特意给马办了一个 ETC。哦，那天跑的时间太长了，这马可能太累了。怎么？看前面有一个泳池啊，这马心思哎，跳进去洗个澡啊，涂点沐浴露，什么大宝抹一抹，是吧？进去洗个澡，没想到水太深了，这个马不会游泳，在这个浴池里淹死了。后来一打听，你猜怎么着？啊，这个浴池叫茶碗浴池。哎，这个解释合理。当然，这个马，你是不是傻呀你？你是不是傻呀你？我说你呢，不那浴池能喝茶吗？啊，茶碗，盖碗就这么大，就喝茶的小碗，茶碗，就是不是那个茶碗浴池，就是喝茶的碗，小茶碗。对，快点，来，那个他是爱骑，他骑得谁跟谁显摆，我这马多好看。后来身边没有多少朋友，说这跟谁显摆去呢？想到了于老师，于老师于谦，于老师爱玩啊，哎，骑着马叭叭就找于老师的。于老那天在家正逗这个蝈蝈呢，逗蝈蝈呢。于老那蝈蝈好看，湛青碧绿，特别好看。当时孙老师一眼就看上了，孙老师又一只眼，啊，这眼让马踢坏了，一眼就看上了，我喜欢。哦，一眼就看上，就是一只眼看上了。一眼就看，我喜欢。哎，于老这蝈蝈给我，于老就去死吧你，去死哪儿我就给你，这蝈我新得的，知道吗？多少钱都不卖，我喜欢。我喜欢的东西必须要得到，你去我家，好吧？你看着什么拿，我给你换。我不用。于老师一抬头，正好看见孙老这大白马。哎呦，这马好看啊！咱这么着，一物换一物，你看怎么着？他呀，大手大脚的换，行，给你，把那马就给于老师，这蝈蝈就换到手了。拿着蝈蝈开心，哎，请人喝茶就被显摆这个蝈蝈。他头一回玩，没玩过这蝈蝈，放在那儿以后，蝈蝈他自己不出来，他得过那凉风，他不出来他就吹，就吹，在茶馆那蝈蝈就惊了，噔一下就蹦出来了，坏了，正好掉那个茶碗里，刚沏的茶呀，这蝈在这嗡嗡就给烫死，就给烫死了，烫死！哎，你想啊，说你大白马，哎，你别着急呀。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你有事你先走，啊，这是这样，然后再对了，这蝈蝈怎么来的？蝈蝈是用这个大白马换的，所以这蝈蝈掉这个茶碗里淹死了，不如同这个大白马掉这茶碗里淹死了是一样的吗？是不是这么回事？怎么样？是不是这么回事？看给我们孩子急的，那活该他。来，宝贝儿。来，擦。哎呦，行，我穿一万年不过分吧？不过分。行吧，你死了，我再给你烧一点啊。没事。好，穿着。我穿着啥？哎，不喜欢上家换去，家里还有绿的呢。没事啊，上家换去啊。绿的你穿呗。我穿不了了啊。行，辛苦，今儿美女还真下来。是吧？你说话注意点。你放心，别老想到哪儿去。我真是想起出去如梦。行了，你俩别聊了。行了，我就喜欢跟您聊。您我也跟你聊。来，这是。哎，就那蝈蝈啊，小蝈蝈是吗？湛青碧绿，北京养的玩这个。嘿，自打拿着蝈蝈，我就喜欢上这冬虫鸣虫了啊。每年这个一立秋豆蛐蛐知道吗？啊，我好这个，山东蛐蛐好，过去得买，好蛐蛐好几万一条，知道吗？打架那个赢钱，但是后来说实话啊，我人肯定是有点钱，就是花巨资买了一好蛐蛐啊。我一说你都没见过这蛐蛐。什么样？我跟你说，这蛐蛐啊，这蛐蛐俩须子，看了吗？啊，跟那电线杆子似的。俩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对，我天哪！你看那脑袋啊，就跟这剧场这么大，脑袋跟剧场那么大。这身子跟14节火车似的，那眼睛探照灯似的。就这蛐蛐，花一分钱买根小线就给拴回来了。好家伙，掐死10000多个蛐蛐，知道吗？您别说了，别说，太不可能了，太不可能了！不是你什么意思？我不相信。你不信呐？啊，你问去。他知道。他知道。哎，孩子，我问你，啊，有这么一个蛐蛐。胡说八道。哎，那个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没听说过。脑子跟剧场一样的。满嘴喷粪。
眼睛跟探照灯似的。不可能，这事儿他说的。他说的也不可能。这我说的。我不穿了。那不穿了。